这个冰河，这个冰河有太多人生第一次了。这个冰河有让我，这个冰河太多，这个冰河让我有人，这个冰河有太，这个冰河有让我太。这冰河有太多东西让我人生，这冰河有太多东西是我人生第一次，像是第一次坐直升机啊，第一次踏上冰河，第一次碰到天然的冰，超级干净的冰水，超级壮阔的冰河，真的不会后悔，是冰河诶，冰。真的不会后悔，是冰河，冰河诶，是冰河诶，真的不会后悔，是冰河诶，冰河诶，但是冰河正在快速的，但是冰河正在快速的融化当中。但是冰河因为全球暖化正在快速的融化当中，所以但是冰河因为全球暖化在，但是冰河因为，但是冰河因为在全，但是因为，但是，但是冰河因为全球暖化正在快速融化当中，所以。但是冰河因为全球暖化正在快速的融化当中，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可以亲眼去看到冰河。但是冰河真的是超赞的。但是冰河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，它正在快速的融化当中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亲眼去看到壮阔的冰河。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七集，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七集景点篇。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七集景点篇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或者是你漏看了哪一集，你可以把一二三四五六集全部再看过一遍。那这我们的开心纽西兰分享就这样结束啦。OK。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七集景点篇。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七集景点篇。那如果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，这是我们台湾人玩纽西兰的第七集景点篇，那也是最终篇啦。那如果你前面漏看的哪一集，一二三四五六集，你可以再全部看过一遍。那就是我们的开心分享纽西兰的影片啦，OK 啦，好 ，My name is Ka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. Bye bye.